大家好，我是世凯。早安，我是米兰。我们现在在维也纳机场，我们等一下要搭飞机回台湾，回家人过年。对，我们刚在波兰过了圣诞节，现在要回台湾，然后这次我们选了不太一样的路。对，我们先到维也纳，就是因为这边有一班直飞台湾的飞机，长龙航空的。对，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是我们第一次直飞台湾。对，我们先尝试一下直飞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从来没搭过这个航空公司，所以很期待这个新鲜的经验。好，那我们先去丢行李拿登机证喽。好，然后今天的验证是我自己做的。Content creator, like, yeah. Okay. Hey.好了，过安检了，然后我们挑一个礼物给我们可爱的小侄女。对，因为她超喜欢 Frozen，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东西给她，还蛮可爱的，没有想到可以在维也纳的机场看到的这种过年的海报。离登机还有将近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决定先在这边吃一点东西。如果你要从欧洲回台湾呢，基本上就是两种选择了，转机或是直飞。但因为我们主要住在华沙，那在那边就没有直飞这个选项，所以之前我们都是转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特别来维也纳，这一次想走不一样的路线。目前看起来效果是好的，因为从前搭长途飞机米拉都会非常紧张，心情非常难过，但是你看现在很有精神。前一天就会睡不着，因为我每次会这样想，哎，第二天会在飞机上睡，一定睡不着，那一定会很累，然后就这样开始想太多，然后就睡不着。但是这次睡得好饱，然后今天很有精神，很快乐，期待要到台湾，下一站就是台湾，就好开心。你看，好可爱的，这应该是台湾人的想法，小兔子呢，可爱。准备好吗？还是没有办法，现在再睡一个小时就回到台北，感觉很棒。好，我们登机咯。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搭飞机要回波兰，刚好是圣诞节之前，然后有那种圣诞节的气氛，然后大家一直跟你说圣诞节快乐等等。然后这一次刚好是过年前，所以你看全部都是那种兔子哦，连这里有 Hello Kitty， 祝你新年快乐。然后我们觉得哇，两次搭飞机都是那种充满过节的气氛，非常开心的气氛，不错不错。我目前非常惊讶，那个飞机是这么的现代，就是什么都看起来像全新的，很漂亮的。你看耳机的颜色是和我的洋装海洋主题的，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呀，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椅子非常舒服，然后这里还可以跳。可能因为这一次我们搭的是比较先进的波音787，起飞很顺，以往我都会很害怕，但这一次竟然还能笑出来。这是米娜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安全影片，太精彩了，那个影片是在太精彩，我觉得太有趣了，果然是台湾。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上餐了，他们真的很有效率，没有让大家空等太久，马上就把餐点送上。在欧洲生活久了，我们早就习惯了欧洲航空公司的普通食物，所以对餐点并没有太大的期待。但长荣的餐点真的让我们印象深刻，比其他航空公司好吃太多了，真的比欧洲的航空公司好吃多了。我目前给他们满分15，我的主餐是管面，我最喜欢管面。那世凯的是有肉的，你应该已经流口水了吧？没错没错。所以目前看起来他们的食物也是还不错的。
对，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舒服程度还有食物目前来说都是我们做过从欧洲回台湾最好的最好的，不只是正餐，就连餐与餐中间常常都有准备点心。虽然我们是白天出发的飞机，但用完餐还是熄了灯，让大家先适应台湾的时区。好的，亮灯的在2个小时左右就要降落了。嗯，其实时间过得好快，是已经9个小时这样不知不觉过了。老先生有烧香喝什么吗？哦，你好，对，咖啡好，咖啡吗？对，谢谢。就连早餐也远比我们过去吃的飞餐还要好啊！脸条使的我都赞不绝口。我跟你们说，我这一代晚餐还有早餐我全部都非常喜欢。好，你可以相信蜜啦，因为他很挑食，而且我们真的坐了很多次欧洲台湾的飞机，这一班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食物真的很好吃。就这样，我们快要到台湾，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今天会吃什么？但是我今天还要上班，7点到台湾，然后还要上班。飞机降落，非常期待接下来要过年了，很期待跟家人见面，然后期待接下来的舒展。好的，我们已经到台湾了，桃园机场第二航厦。我原来先说终于的是，实际上时间过得超快，11个小时就这样没了。这应该是我们搭过所有的欧洲台湾的飞机长途飞机里面最舒服的一次，对，然后又最好吃食物的。对那现在我们终于要跟家人见面，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吃饭，一起庆祝过年咯，超级期待的。好，那我们继续分享这段时间的有趣故事咯，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年。我们回到台湾，现在在跟家人玩游乐园，然后下个星期会很疯狂耶。对，台北国际书展来咯，就是在1月31到2月5号，那在世贸一馆有台北国际书展，那我们在那边有分享会，2月4号的11点45分，欢迎来找我们咯。那我们台北书展见，书展见哦，拜拜。